太急，我们该回家喽。好的，妈妈，我马上上车。坐好了，那我走喽。好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，滴滴滴滴，停好车啦。佩奇，今天太累了，妈妈先上床休息会儿。妈妈一会儿给你做饭好不好？好的，妈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去睡觉吧。妈妈太辛苦啦，所以今天我做晚饭。哎，做了一个牛排，炒了一个鸡蛋，我还做了一个拌汤呢，这可都是妈妈最爱吃的哦。我还切了一个橙子，可是妈妈现在还没有醒。嘘，我们要小声点哦，不能把妈妈吵醒。那我就去后院打扫打扫卫生吧。啊哦，后院的树上掉下好多叶子哦，还有这些苹果。苹果我洗洗还是可以吃的，不能浪费哦。把树叶先倒掉，把苹果呢放到我的小草帽里，嘿嘿，拿回去洗洗。妈妈可喜欢吃苹果了。妈妈你醒啦？对啊，佩奇，这是你做的饭吗？对呀，妈妈太累了，所以佩奇就做了晚饭，都是你爱吃的哦。哦对了，我还把后院打扫干净了呢，这是咱们苹果树上掉下来的苹果，一会儿洗洗我们一起吃啊。哦，我的佩奇啊，闺女儿长大了，妈妈谢谢你。